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底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输液呢，就是压着这个座位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啊啊哦哦哦哦，热热热热，哎哎哦哦啊，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唱呀，咋唱咋唱呐，咋唱咋唱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热热，哎哎哦哦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唱呀，咋唱咋唱呐，咋唱咋唱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热热，哎哎哦哦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唱呀，咋唱咋唱呐，咋唱咋唱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嗡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腾达肯达唐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要把德玛卡玛那苏哈，嗯耶达玛耶德扎巴瓦耶腾德肯达唐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要把德玛卡玛那苏哈，嗯耶达玛耶德扎巴瓦耶腾德肯达唐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要把德玛卡玛那苏哈。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以这样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发的这个心，然后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现。南无那斯南无高瓦耶喇嘛耶当观住从南无当上地求大宝，根登拉达当住持根本加僧者。南无那斯南无高瓦耶喇嘛耶当观住从南无当上地求大宝，根登拉达当住持根本加僧者。南无那斯南无高瓦耶喇嘛耶当观住从南无当上地求大宝。给他拉他当主持给别家僧者也和接他的什么接他的接接
将军做的听那爹爸的大将官军做个那专心学蓝莓将军做的听不见多我觉得那爹怎么讲话这不见将军做的听那爹爸的大将官军做个那专心学蓝莓将军做的听不见多我觉得那爹怎么讲话这不见将军做的听那爹爸的大将官军做个那专心学蓝莓的将军做的听不见多大当大义听不见那么一年三届人罢了人不了西不当你的将军做的听不见多大当大义听不见那么一年三届人罢了人不了西不当你的将军做的听不见多大当大义听不见那么一年三届人罢了人不了西不当你的将军做的听不见多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侍奉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念华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然后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发生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我们先说这里面想跟词叫我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上老虎兰的光觉多半婆的心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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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这里面想跟词叫我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上老虎兰的光觉多半婆的心居了。原来的艺术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讲的是那个地狱的痛苦啊，就我们观想的时候呢，首先是八个这个热地狱，热地狱里面第一个是复活地狱啊，大家都知道众生呢转世到这个复活地狱的时候，很多业主拉着病气就开始看舍，这个众生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生命，非常这个痛苦的时候，有空中就是就传出这个声音，就是同心复活，之后呢就是又开始这个就火起来了，然后呢又不断的这样的这个受苦，说我们要这样观想，然后过了之后呢就是叫这个黑顺地狱，黑顺地狱呢就是在身体上画很多的黑色的线，然后有各种兵器来开始割断了就是也激起的这种痛苦，也是也受不了，活也活不了，这样几千几万年就是受苦，这叫做是黑顺地狱。还有呢就是中和地狱，中和地狱的话，以前自己所杀过的这些众生呢就变成了就是许许多多非常可怕的一些这个善啊，还有一些兵器啊，然后他们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就开始摧毁啊，就是摧毁这个就碰撞，就激起这种这个痛苦，或者是中和地狱。还有就过了以后呢就是嚎叫地狱，嚎叫地狱里面呢就是自己就是堕入在这个
非常炽热的这个就是溶液里面，然后就一直蹲着啊，就是就大声的这个哭着，就是嚎叫地狱。然后这个大嚎叫地狱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狱的众生呢，就是灌在就是两层的这个铁石里面，然后呢，就是口里面也是灌这个炽热的这种水铁水啊，就灌这个铁水。还有呢，有千千万万的狱卒呢，就是拿着种种兵器来，就是开始就是击打他，就是靠着他，就这样就是非常这个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烧热地狱啊，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就烧热的这种铁血啊，沸腾的这个铁血呢，就是灌在这个水里面呢，就是烫在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这个痛苦。过后呢，就是炽热地狱，炽热地狱呢，也跟这个前面的就跟前面的痛苦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还有很多的狱卒呢，就是拉着这个三件帽啊，就是各种兵器呢，就是刺痛他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受苦的。再过后呢，就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呢，就是前面就是做这样的七个地狱的痛苦呢，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没办法这个出来。外面的16个阴间地狱呢，就围绕着这个，就周围呢，就是全部围绕着。而自己地狱众生呢，就是在狱卒们所烧的这个火啊里面呢，就是以自己的身体跟这个火焰呢，就融入一体，最后自己就含一含的做了，就极其的痛苦。所以这些每一个痛苦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叙述的话呢，当然是这个非常多的文字。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都是把这个八热个热地狱呢，不是就是一种神话或者是一种说法，真正是现在也是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正在受不同的痛苦。而我们自己也是以前造过很多的业，很有可能我也堕入在这样的地狱里面，让自己呢就是不断的一直这个思维，就是这些八个热地狱的种种痛苦。
心，也就是说就是但愿就是让这个众生离开一切这个痛苦啊，就你自己观想一个特别可怜的众生，然后呢就是但愿他就是远离就是一切这个痛苦，或者说是你看到一个众生的时候也可以。那么这种观修呢，就是首先是一个众生，然后两个众生，然后三个众生，慢慢慢慢慢就遍及到整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最后呢就自己真正这个就修，已经修行就比较这个成熟。今天讲的是那个地狱的痛苦啊，就我们观想的时候呢，首先是八个这个热地狱，热地狱里面第一个是复活地狱啊，大家都知道众生呢转世到这个复活地狱的时候，很多业主拉着病气就开始看舍，这个众生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生命，非常这个痛苦的时候，有空中就是就传出这个声音，就是重新复活，之后呢就是又开始这个就火起来了，然后呢又不断的这样的这个受苦，说我们要这样观想，然后过了之后呢就是叫这个黑身地狱，黑身地狱呢就是在身体上画很多的黑色的线，然后有各种病气来开始割断了啊，就是也激起的这种痛苦，也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这样几千几万年就是受苦，这叫做是黑身地狱。还有呢就是中和地狱，中和地狱的话，以前自己所杀过的这些众生呢就变成了就是许许多多非常可怕的一些这个善啊，还有一些病气啊，然后他们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就开始摧毁啊，就是摧毁这个就碰撞，就激起这种这个痛苦，这是中和地狱。还有就过了以后呢就是嚎叫地狱，嚎叫地狱里面呢就自己就是堕入在这个非常炽热的这个就是熔岩里面，然后就一直蹲着就大声的这个哭着，就是嚎叫地狱。然后这个大嚎叫地狱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狱的众生呢就是灌在就是两层的这个铁石里面，然后呢就是口里面也是灌这个炽热的这种铁水就灌这个铁水。还有呢就千千万万的狱卒呢就是拉着种种兵器来就是开始就是击打他，就是靠着他，就这样就是非常这个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烧热地狱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就烧热的这种铁血沸腾的这个铁血呢就是灌在这个水里面呢，就是烫在他的这个身体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这个痛苦。过后呢就是炽热地狱，炽热地狱呢也跟这个前面的就跟前面的痛苦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还有很多的狱卒呢就是拉着这个三件帽就是各种病气呢就是刺痛他的这个身体这个受苦的。再过后呢就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呢就是前面就是所讲的七个地狱的痛苦呢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没办法这个出来，外面的十六个金边地狱呢就围绕着这个就周围呢就是全部围绕着，而自己地狱众生呢就是在业主们所烧的这个火里面呢就是以自己的身体跟这个火焰呢就融入一体，最后自己就含含不住了，就极其的痛苦。所以这些每一个痛苦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叙述的话呢当然是这个非常多的文字，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都是把这个八热个热地狱呢不是就是一种神话或者是一种说法，真正是现在也是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正在受不同的痛苦，而我们自己也是以前造过很多的业，很有可能我也堕入在这样的地狱里面，让自己呢就是不断的一直这个思维就是这些八个热地狱的种种痛苦。
Om Mandangara Banasadardam